人达来观下，先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导致教育场所呢都是纷纷停课的状况，那么全部呢都改成线上实体课程。最主要呢原因呢就是不要让学生呢中断学习。好，不过呢其实随着疫情降温，中央以及地方呢都纷纷呢抛出呢针对暑期辅导实体课程有一些相关指引已经出来了。那么其实呢今天呢台北市呢有国中也有举办为期一周的暑期辅导实体课程。那其实家长呢也都非常开心，因为学生呢他们的小孩呢终于呢是可以来到学校上课了。我们现在听听家长的最新说法。应该是要让小孩子赶快来学校了，只是说他们好像一下子又会变来变去，这个比较家长比较麻烦。不过提前来学校恢复上课是对的，对，不然这样子小孩在家的那个效率跟那个精神状况都不好这样子。他们跟家长呢根据家长的最新说法，他们呢也都是乐观其成的，因为呢学校呢在先前呢也有发了一个意见通知表来让他们呢能够看看呢学生呢是不是呢要回到学校来上课啊，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同意的。那么呢有八成以上的家长呢都是乐观其成呢，那么呢未来呢是不是会针对9月1号开学实体复课呢来试水温呢，校方呢在稍早呢又特别回应了，其实呢这最主要在9月1号虽然呢是渴望可以开学恢复实体课程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呢也会呢看看呢再跟教育局沟通是不是呢之后有一些防疫的规定呢会不会有更改，那学校也会尽全力配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